大家好，我是日本烧酒李酒师的 Kason。其实咧之前都是香港有得饮烧酒，只不过咧呢间嘅居酒屋有入货超过85唔同嘅烧酒，好开心啊！呢间嘅烧酒攞嚟好特别嘅原料，譬如话荞麦啊、巧克力啊、牛奶啊、昆布啊、金菇都有，特别重要嘅烧酒。我想其他步骤都冇得饮啦。仲有咧，喺日本都好少见到嘅好高级版嘅烧酒，都呢间可以饮得噶啦。点解推介啲饮烧酒同食牛肉呢？因为咧烧酒本身冇甜味，同埋清爽啲。咁咧饮烧酒嘅时，大家中意嘅口味，沟啲汽水啊，或者苏打，或者热水啊，什么大家中意嘅饮品，一齐可以沟都得嘅。咁咧燒酒加熱水飲嘅時咧，配牛肉食嘅時候咧，呢、這個本身牛肉嘅脂肪味都 upgrade 好多啦。